现在我们要把我们这个打印的转印膜拿下来。拿下来啊！如果打印完白墨，发现白墨特别多，让它干一会儿，干一会儿再拿下来，不然的话白墨就滴下来了啊！打印完白墨后多晾一会儿。对。然后啊，撒粉的动作。我们找一个托盘。找托盘啊！打印好的放上去。放在上面。嗯。然后找到我们的转印粉，这是转印粉啊，转印粉，到手上一点，一定要撒均匀。有墨水的地方都要给它撒上，都要撒上。有墨水的地方，墨水地方都给它盖上，盖上粉就行了。没有墨水地方它会滑掉的。等一下，那差不多可以了。再给它，我们动一动这个转印膜。那个粉让它再滑动滑动。这样动一动，保证有墨水地方。要均匀一点，一定要均匀。这粉都能吸到那个墨水上面去。差不多啊。好。可以了。啊。好。